幼幼基金会彰化漫飞天使爱心圆游会今天登场了，现场有中美洲友邦国家带来的舞蹈，也有气象主播王淑丽的公益桌立签名会。现场的状况交给主播静怡。好，幼幼基金会彰化漫飞天使的爱心圆游会今天的重头戏当然就是淑丽主播的签名见面会。可以看到粉丝啊大排长龙，要等的呢就是淑丽主播的亲笔签名。那么有粉丝啊大老远是从花莲来到现场，而且他早上6:30就已经出门了，说搭了2-3个小时的车来到现场呢，就是为了要见淑丽一面，当然也希望呢能够同时来做公益。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我从花莲来。他怎么特别从花莲然后到这边来？我是跟随淑丽的脚步追随公益活动来到这边。因为有就是有问过那个基金会，就是他们在就是捐出这些钱到哪里这样子，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就是会把这些钱捐给那个漫飞圣家，对，嘿，漫飞天使啊，然后帮助他们就是有更好的课程，对，更好的照顾，然后我就拿出来捐了。好，可以看到很多大朋友小朋友都来到了现场哦。这一次呢主要是要替彰化的漫飞天使们来募款。在现场呢除了有淑丽主播的签名见面会之外呢，还有非常多的闯关活动，包括说中美洲的驻台大使馆那么也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像是有贝里斯啊、瓜地马拉等等，他们的学生们是表演当地的舞蹈娃娃，让现场非常的热闹哦。那么也让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周末的一天。那么以上是目前掌握的最新状况，我们再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